观众同志们好，我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荣环先生的儿子。我这次受香港京昆剧团的团长张宇先生的特邀，来到深圳这里，推广京剧，让我们京剧接地气。我非常开心地参加了这次活动，并为张宇先生和吴春华明玲女士伴奏，我觉得非常高兴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关注我们的京昆剧团，谢谢大家。